在奔跑，一个跳跃上了跳台，和同伴开心玩耍。这些外观可爱、毛色漂亮的名贵品种猫，都是从非法繁殖场被走出的。两年前有查获那个黄金猎犬的非法繁殖，那时候大概不到3000人次登记，所以是以前的8倍多这样。嘉义县去年底查获猫只非法繁殖场，没收了13只品种猫，以及紧急救援收容安置2只混种猫。这15只毛小孩才网络公开认养登记，29号会直播抽出幸运儿。开放登记以来，短短5天就有超过25000人登记，换算中签率只有6%。那我们会比较着重于审核，说，他就是对猫咪的饲养管理还有饲养环境的审核。他们也非常可爱，所以就是我们也是纳入这一次的登记活动啊，没有想到说，这2只竟然总共有破千个人登记这样子。目前登记的人气王第一名是一只要价7到10万元左右的编号10号布偶猫，再来是编号5号的曼赤肯，11号布偶猫排第3。不论是品种猫还是混种猫，都深受民众喜爱，抢当猫奴。几天后，他们也将拥有新主人，可以有个温暖的避风港。华新闻陈建邦加以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